黑龙江省伊春市法轮功学员秦月明，今年2月在佳木斯监狱中被酷刑折磨致死后，他的妻子王秀清和女儿对佳木斯监狱提出起诉。经过几个月的上告，当地法院表示立案。然而，就在即将开庭之前，他们被当地警察绑架。现在，王秀清被劳教，小女儿被关押。秦月明2月26日被迫害致死后，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赶到监狱，看到了秦月明伤痕累累的遗体。佳木斯监狱监狱长、监区区长等主要责任人称秦月明正常死亡，但拒绝提供死亡证明，并提出出钱私了。秦月明的家属对狱方的解释提出怀疑，并聘请律师起诉佳木斯监狱，但律师在进行案件调查时受到了狱方的阻扰。几个月来，秦月明的家人奔波于佳木斯和哈尔滨两地的检察院、法院、省监狱管理局、人大等部门，要求当局依法赔偿、追查凶手。可是8月24日，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作出秦月明正常死亡不予赔偿的决定。9月1日，秦月明的家属上告黑龙江省高级法院，法院赔偿委员会承诺在3个月内对此案进行审理。可是离开庭不到1个月，王秀清与小女儿秦海龙突然被警察绑架。据悉，秦月明被当局迫害致死的消息传到家乡，熟悉他的人都感到震惊与悲愤。据秦月明家乡的乡亲反映，秦月明在当地名声很好，曾自己一个人数十天起早贪黑，为家乡修了一条100多米长、4米宽的路。现在，王秀清被当局判劳教1年半，秦海龙还在关押中。新唐人记者岳清、邵红综合报道。